这是今天赶海发现了一个海藻啊，嘿嘿啊，给大家普及一下海藻如何食用啊。首先找一把小刀片啊，给它中间轻轻的离开啊，啊，把内脏清理干净啊，就可以做美味的佳肴了啊。吃完还能啊滋阴补肾，那个啥呢，硬呢啊。加关注，那看我赶海直播，带你抓海鲜喽，感谢。来吧兄弟们，昨天为了拍摄一个称王出货的视频，我跟在这个大叔后面有一个多小时啊，连直播昨天都没开啊，就是为了拍这个视频。咱家老铁看这个称王足够大过瘾的话，能否给留下个双击加上关注，看我下午继续赶海直播。来吧兄弟，今天真是出门踩了狗屎了啊！一到海边，在这个出水口这边啊，就发现了这么多的鱼啊，这估计是哪个养鱼塘里面跑出来的。陈视频千万别给双击啊，给了双击上了热门，被老板发现啊，我还得给他送到家里面去。嘿嘿，如果你也喜欢大海的话，能不能加个关注，看我一会直播。啊，快来救我，我被锁喉了。来了老弟，我的娘嘞，这么多螃蟹，老弟你撑住，我先走了啊。大哥别走，救我！你是怎么开的门啊？谁来就盘他，给我守住门，赶紧的。来吧兄弟姐妹们，今天下午来到海边啊，一个古井旁边发现了一个鱼尾巴似的东西，有点黑也看不清楚，于是我就好奇的转上来。哇塞，我的天哪，好大的一条大刀鱼啊，大概两斤多了。嘿嘿，今天晚上有的吃了，想让我回家红烧的朋友请扣个一，喜欢看我赶海的朋友记得双击关注，看我直播。